其实是这一个。好，徐老师，我们就看看你下的功夫可以得到几分，请评审按灯。李杰宇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7、18、18分。好，还不错的成绩哦。但是在这边，请小胖老师给他一些致命的建议。好，我只有觉得这个高音啊，其实你可以试试看唱真音，最后倒数第二句，让我们都能够清醒。试试看好吧，反正现在不列入分数。好，来，副歌。我们的前生秘密不能沉溺，偷偷在之间说好不提起。好好看，剪来当预告，快点。因为他是可以的吗？是可以的，杰宇。是你很紧张啦。你已经快到了，你看那个真假音之间，你稍微做一点点，后面那个音不行，不行啦，是不行，不行，不行啊，后面的不行。可是小胖也要考虑到那个，这个在现场唱的时候，他会有压力的。OK， 对不对？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李杰宇。没有像，你要唱看看吗？小胖老师示范。快点，我好想看哦。认真的胖子，前面帮我一块唱，前面最可爱的来。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，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，让我们。哎，我快到了啊！再让我唱三次，我就会到的。喂，要录影呢，你在哪？我快到了。哇哩嘞！再唱三次就可以吗？没有，阿咪老师很愿意哦。至少要有唱的勇气啦。我觉得你其实是可以，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试，多试一两次。也许你的音域在你练习的过程里面就已经有提升了，那是你还不自觉的。刚刚在台上破音那一刻的感觉是？其实，反正大家也都听过我破音了，应该没有。OK 啦。对啊，因为在康这关自己要过啊。对，其实现在对破音已经没有多。这么排斥哦，他私底下不排斥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李杰宇，谢老师。接着马上欢迎徐永林，请出列。陶姐好，评审老师好。我是说，他们的签运哦，100首歌让他们抽哦，你抽中的是黄大炜，你把我灌醉。一共3首嘛，其他2首还有什么？是范逸臣的《放生》，然后信乐团的《天高地厚》。这签运真的是怪怪，每个人手气都怪怪，所以你选这首歌已经做足了功课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是男生，黄大炜唱的就是很豪迈，就是很直接的说我很痛这样子，然后我想说把它改成女生的版本，就是背景音乐变少这样，柔柔的唱，加油徐有林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的。 好，掌声欢迎徐有林，你把我灌醉。好，谢谢。最好最坏